大家好，我是毛家菜的 CiCi。我们毛家菜呢，主要是做湖南菜。湖南菜主要是以辣为主啊，但是我们也特别做出很多素菜，提供给素菜的朋友。比方说有一个很特别的菜，紫苏黄瓜。它这道菜呢，是新鲜的食材，我们自己每天早上去买的食材，搭配了一个紫苏。这个紫苏呢，也是对身体很好，就是驱寒啊。麻婆豆腐呢，也是素菜朋友爱吃的，因为它有一点辣，对胃口比较好。然后还有一道呢，是辣椒炒蛋。辣椒炒蛋可能别家不一样的炒法，但是我们这是按湖南口味的炒法，但是吃起来真的是很特别。还有一道菜我特别介绍一下，这是雷茄子。这一道菜它是用我们自己腌制的辣椒，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这道菜。这个是芦笋，它可以帮助你的消化，蠕动你的肠胃，这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。这一套是蚂蚁扇素，这个菜也是很多吃素的朋友都爱吃的。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日，每天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，欢迎吃素食的朋友到我们毛家菜来品尝。我们还特别给Green Menu 的会员有10%的折扣，欢迎大家也来品尝。